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十三哥，爱养花，啊，养三角梅，养月季。之前我们弄了几个大桩，啊，一直没有拍视频，放在这里放了一周了。现在呢，准备给它上棚，十三哥土已经装了一半了，但是这个桩啊，没办法，本来自己想一个人给他搞定这个事儿，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些朋友多大，这些土我已经填了一半了。想把这个桩抱进去上棚，啊，没办法，无能为力，只能说这个桩实在是太大了。这个棚的口径是80啊，花友们，80的口径，我们给花友们看一下这个棚。我先把这个桩放下，花友们看一下这个棚的口径啊，80还不止呢，82，外径达到82，看一下它内径吧。内径也有71，内径也有71，这个是够大了。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桩的粗度怎么样，太大了，太重了，十三哥一个人搞不定。看一下这个桩，这个根不用讲了，肯定要埋到下面去啊。上面我们看一下，上面差不多30吧，到这里是30，啊，这里就更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里就不止了，这里已经30多了，34了。啊，这个桩，啊，我们再看一下这棵啊，朋友们，这棵十三哥一直想量它一下，它的这个到底有多大？这个根盘，啊，这个桩啊，我一直没有量，和我估计的没错，50公分，差不多是一个50公分啊，下面可能还不止呢，50多吧，50多，这个我也拿不动啊，朋友们，只能放这里。放这里，啊，这个比较细一点，啊，这个比较细一点，也细不了多少，也细不了多少。上来的话，差不多也有30哦，也不细哦，30还不止呢，可能啊，伸出去可能还不止30呢，还不止30。然后这个高度，这个桩最高，不愿这个桩重呢，我量一下吧。2米2，2米3，啊，这个整个是一个2米3，这个桩，2米3一个高度，啊，不是最高的地方，这个嫁接起来，这个一个竖形的，这三个大桩啊，花友们，这三个大桩，十三哥搞不定，十三哥搞不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三个大桩非常大，之前我们也真的是没有拍视频，今天花友们，拍一拍，说一说，三个大棚我们也准备好了啊，桩也都在这里了，现在我拿不动，一个人没办法把它抱上去啊，抱上去，所以说算了，等我朋友来吧，等我朋友明天来，我们就给他上下棚啊。今天我就拍一个这样的视频跟大家交代一下啊，交代一下这个事情啊，视频我们就先更新到这边吧，等我们上棚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视频接下去。如果大家也喜欢玩这个三角梅，玩月季啊，嫁接 啊，特别是玩这种大桩的话，记得关注一下十三哥。还有我们定期在直播啊，十三哥每天早上8点到9点，下午晚6点到8点啊，一般是在直播。所以说有时候视频大家的私信或者是评论，十三哥就不能及时回复了，因为时间确实有限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今天就拍到这边。